教宗在世青日闭幕弥撒的总结中一再重复，信仰是天主的恩赐，信仰是指与基督的关系，不仅独自跟随耶稣，相反与教会他的教会风雨同路。为能加深你们与基督的友情，要首先知道你们投入参与堂区团体与运动是至关重要，如同每个主日的弥撒、领受修和圣事、祈祷的习惯和默想天主圣言，基于这份与基督的友情，甚至能产生动力，在不同环境中，包括被拒绝或冷漠的地方，见证信仰。假如不让他人认识基督，他们就无法与基督相遇。为此，你们不要为自己保留基督，要与他人分享你们信仰的喜乐。世界需要你们信仰的见证，当然需要天主。结束三中经后，教宗宣布2013年下一届世青日将在巴西里约热那卢举行。